めて。誰かがやるしかない。無理よ。やるんだ。哟 ，Hello， 欢迎来到志高的收藏。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开箱是杠子杀戮都市的雷加，此款为号称业界毒瘤的 Union Creative 所出，不过这几年还是有在进步改善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这只雷加也算是出了蛮久的，不过我最近才回追这一只，所以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。相信有看过《杀戮都市》的各位一定对里面的剧情非常的震撼，我当初也是直接通宵看完整部漫画。如果是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朋友，我也非常推荐观看哦。此款雷加整体的高度为25公分，不过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眼睛的印刷，这解析度大概只有 360p 而已。可惜市面上杀戮都市的 PVC 并没有太多选择，好的作品价格也非常的不亲民。这款雷加整体的圆形雕塑上我觉得非常优秀，加上身上紧身衣的涂装都在水准之上，而且配件的细节处理也不马虎。不过大家最有兴趣的绝对是雷加火辣的身材，这若隐若现的南半球还有屁股蛋真的让人想入非非。另外在肤色的使用上也蛮不错的，综合来说我觉得这款还是非常值得收藏。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面向上不是那么容易接受，不过未来有多少厂家会出杀戮都市的角色也蛮难说的。另外 Union Creative 又出拿枪的版本跟岸本会，这几款我觉得也非常不错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开箱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。未来有希望开箱什么玩具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。